你这帕子为何会出现在陈三彪手上？帕子嘛，丢了就丢了。如你所言，你这手帕是被陈三彪偷取的。什么呀？也有可能是他捡到的。可这前脚刚攀木了你，后脚便死于非命，这就十分奇怪了。那谁知道呢？天将正义呗。出去吼！ 你少给本官兜圈子！不光问你，你昨晚在干嘛？昨晚当然是在斋王府睡觉呗。睡觉？可有人作证？斋王殿下可以作证啊。斋王殿下自己不休息，会看着你睡觉啊？哎呀，大人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斋王殿下怎么可能看着我睡觉呢？当然是。 是什么？嗨，再说就不让播了。我要去戳穿他的谎言，不能让他来玷污你的名声。他哪句话说谎了？公主别误会，肯定是那陈三彪手脚不干净，偷了你的帕子。来人呐，送公主回去。就放了。 上面说了，如果詹王来捞人就放，如果詹王不来捞人，就先关出监控几天。且慢，本案有诸多疑点，尚未定论，待本官查明实证后再行开堂。不是大人，压下去。我这辈子还没坐过牢呢。没事，叶公公。 你怎么来了？哎呀呀呀！我来。好了，走吧。是不是很贵啊？ 很贵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你们捞人不都得使银子吗？你使了多少银子？我是能直接出去，还是能假释几人？假释，这个词倒是新鲜。不过，我捞人出去，不需要使银子。真够义气，走吧。可我不是来捞你出去的。